赛，以我最喜欢的话，我是那个格林欧洲式的上司，他很厉害。对我来说，我现在收东西尽量以手雕为主，我觉得现在3D 稍微有点太泛滥，手雕才有温度。你左手跟右手一定要有肌肉感，或是不一样。你是双胞胎，你不可能左边右边长一样。对，那个瑕疵我觉得才是最漂亮的。嗯嗯嗯，对。但是你没有比较或是细微的差距，你没有认真像我们这样子涂装或做，不知道。可是那些东西就是会有温度。嗯，那山姆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，其实作品都大概只有这样。嗯，所以就只有这样。可他拍的时候就觉得他超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超细，他的品质跟数量其实都控制得非常非常好。他是朝着一个有商业模式，但是他还是原创艺术创作。嗯嗯，我觉得做得非常好。假如我们常常做 one off 啦，一定要绝无仅有的一只嘛。我们大部分会稍微小改型，例如说这个肩甲或是这个尖端会再做更夸张，然后剩下的话就是我们涂装，嗯，会依照我们自己擅长的风格下去做。以我擅长的话，这只算是我们说的生物系的话，对，但是算是怪兽生物系，对，我们还是会以血肉超写实的下去做，嗯嗯。这个话会比较是我擅长，然后就像眼睛的部分，可能我们会做，例如说甚至翻眼珠出来，这个cyborg珠可能不行啊，可是可能可以再做处理，嗯、或者牙齿我们就改很夸张，或者对，大龅牙也可以啊，要不然改大角，那男人不就是要这样，要尖要尖，要刺要刺，要大要大，对啊，哎呀、啊，慢慢改成斜角啊，对啊，改成斜角做大鸡鸡也可以，对啊，斜角又是另外一派，斜角那个真的是。那个美国结交都很夸张，而且价格也很夸张的贵啊，对啊，这样量很少。我上次涂一只结交，作者来敲我，嗯，说你怎么会有那只？我才知道客人买一只叫三体，他拿了三体的一只素体给我涂，嗯，他只做三只，他说你为什么那只？嗯，因为他只卖掉，可能他只卖了两只，说一只在他身上。对，然后我说怎么会有一个疯子拿一个三体的素体，然后来给我涂装？实际就是他背后的故事意义要是对的。嗯嗯，比如说他是某一天哥吉拉跟狗生出来的这东西之类的，哦，要是一个合理的故事，可是邪教会比较偏，就是在更极端一点，就例如说会有女生殖器在同一只，嗯，或是那种比较六个眼睛、八个那类的，可是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市场，这我知道，而且价格都很不菲，因为那个洞更小，嗯，你想要就是更少，所以就是更贵，一样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，那个需求到底是不一样。大部分来改不会是改型，他们是改颜色装。他自己买了一个素体，然后他们就是会来谈他们要做成什么样子，或是他们眼睛要什么样子。有的他们真的要就是眼睛，他要哪一只的眼睛，牙齿要哪一只的牙齿，就是他就是粉红色牙齿，他就知道粉红色牙齿啊，就要留粉红色给他。像我的习惯会跟你沟通，你要粉红色牙齿上面要怎么样涂，我们会比较漂亮。对，我们可能是整只做成粉色系，但是是血肉的粉红色，那就会比较合理。他有他的想法嘛，但是我也会有我的想法，我们就是互相沟通。我比较像是专案下去做，就是不会说，哎、欸，我就是要是写实的，那、我脑子里的写实跟你的写实一定会有落差。对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哎、欸，这个脓包我可不可以橘色一点？我想要粉红色的脓包，你为什么要涂红色的脓包？嗯嗯嗯嗯，对他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沟通，或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作例，就可以来沟通讨论，完全不一样。嗯，喷胶的人少的原因是。其实糖胶还好，你只要是软胶的话，基本上都会有风险，嗯，太厚都会裂，会有一个像小碎花的裂纹。糖胶这个算是硬，可是因为我们的削机器，一般模型买得到的削机器都不是软胶漆，嗯嗯，那你软胶漆就是在台湾非常的难买，所以其实很难处理啊。然后再来是它一定要双氧水才能调做溶剂，因为它要够强的溶剂才能喷，嗯嗯，然后也喷不了那么细，嗯嗯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退而求其次，会是底漆打软胶漆，嗯，身上我们还是会用水性颜料、巧克力颜料代替，嗯嗯嗯，比较不会用硝基颜料。硝基颜料是不适合，不适合，嗯，握久会有剥落或是崩裂的状况在软胶上面，哦，因为软胶会收缩，会跟 GK 又会有很大落差，嗯嗯，那收缩以后它就会裂开，甚至会整片掉下来，哦，像我们加工会很多很多层。嗯，你只要底没有打好就死掉。那假如像我们做 one off 一支三五万，那你只要坏掉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赔给客人啊。嗯，
因为这个是收藏品，你要记得。对，我们帮客人做的东西就是绝无仅有，世界只有一件。对，他花那么多钱给你做，要让他可以放个十年、二十年，它是一个收藏品。对，你不能让他就放个三五年，哎，坏掉了哦。对啊。之后，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，别忘了按下喜欢。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，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